陈志尧同黄浩信近年在事业方面各有成就，亦各有各忙。Finson 亦去到内地发展近半年，但系不时传出两人分辨嘅传闻，甚至最近被传已入纸离婚，两人亦就报道各自否认传闻。Finson 话一切安好，多谢大家关心。而 Yoyo 就指不实嘅报道不回应，多谢大家关心。Yoyo 同 Finson 结婚11年，育有2年10岁嘅爱女黄静乔 QQ。婚后一家三口享受温馨家庭乐，夫妻不时现身公开活动晒恩爱。不过随住 Finson 事业上扬之际，在2017年爆出两人分居消息之后，同年10月夫妻合体公开现身商场活动赞爱快，为传闻辟谣。去年2021年 ，Finson 获封视帝公开多谢 Yoyo 嗰阵，被捕捉到 Yoyo 黑面一刻，婚姻关系一度惹嚟揣测。但系去年7月底嗰阵 ，Finson 同 Yoyo 齐齐现身好友周丽淇生日会，激撼同框。加上2022年初 ，Yoyo 喺台庆颁奖礼上获女配角奖之后 ，Finson 都有公开发文祝贺，关系明显有缓和迹象。不过随住近期 Finson 北上为工作拼搏，夫妻无奈要分隔两地，又再传嚟分辨消息。有周刊报道指夫妻已经入纸申请离婚，又指两人曾经极力修补关系，仲寻求过婚姻辅导，因而令 Yoyo 情绪起伏，要接受自然疗法抒发情绪。好彩身边有班好姊妹陪伴渡过难关。讲到似层层咁样，最终两人都亲自否认传闻。